三星并站桩是智能动工的第一步功，外会员以意引气的捧气灌顶法，向第二步功形神桩练内会员的过渡功法。三星并站桩发动真气快，复力强身作用明显，站桩很快可以出现热感。这套功法不仅适于病人锻炼，它是智能动功的基本功，是练动功松腰松胯松尾闾的解法。现在调整身形，两脚并拢，周身中正，两手自然下垂，目视前方天地交合处，上下眼皮匀速闭合的同时，目光回收，收视反听，目光回收，收到印堂和百会垂直的交叉处，目光重合在这个地方，两耳反听目光重合后的动静，使耳不向外听，舌尖抵上颚，鼻子吸气向下响会音，经尾闾向上到头顶，通天穴，也就是百会和青龙角中间那个位置，向上一撩，使眼、耳、鼻、口七窍集中在头的内部，练功者在头里布艺，两脚踩气分开成后八字，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分开90度，再以脚尖为轴，脚跟向外分开约90度，要求分脚的时候脚要擦着地分开，身体重心的移动要稳，两脚的距离脚心相当于肩宽，脚跟宽于脚心，脚尖窄于脚心。站立的时候腿要直，使气灌到两腿外侧的阳经，由于足内扣，足三阴经自然放松，这样可以加强经脉之阴升阳降的功能，练功者下肢不易。起势翘掌下按拉气，推拉，推拉，三次以后松腕转掌捧气，与肚齐平，回照肚脐，转掌心向下外展。起势的动作
和捧气灌顶法一样，至背后回照命门，顺势上提，中指腋下点大包，两手向前平伸，与肩平宽，中指回照印堂，肘臂外撑外展，成一字，转掌心向下，连续转掌心向上画弧。转掌的动作是在整个臂往起抬的同时转掌，头顶上方相合，慢慢下落，向头顶落，慢慢到头顶的时候往前移，胸前合十，通过步意，头脚两手落到人体的中部合十，把人的头脚上下统管为一体，掌根分开，食指尖轻轻地接在一起，落在肚脐前抱球，身体微下蹲，下蹲的时候注意腰向后放松，胯往后收，大腿根部往后收，膝盖自然弯曲。下面讲三心并站桩的身形要求：顶头悬，像在百会的地方被悬系在空中，头被悬吊起来，展眉落腮，两眉间放松，面部肌肉放松，呈似笑非笑的状态，使心窍舒展。颈项部放松，用百会向上，下髁回收，项部上送，含胸拔背，吸一口气吐出来，肩向两侧向上展，胸部放松，肩锁关节外张，拔背，大椎穴向上领至百会，大椎是脖子后边那块高骨头的地方，向上领到百会，使脊骨伸直，拔背的时候用肩膀带着往起领，肩膀转动落膀，肩胛骨自然放松下沉，稍微转动一下，松肩空腋，肩要放松，腋窝要含虚，像夹着一个气饼子一样，肘坠而悬，肘部要虚悬，使肘中的关窍开张，肘部不能有角度，也不能伸得太直，麻筋的地方向下坠，肘的上方
向上旋，坐腕含掌舒指，神门穴的位置微微的向下坐，掌内含，像持一团气，手指头自然舒展，手指之间要有一定的空隙，两个手像一个小碗一样扣在肚脐上，把肚脐扣在中间，松腰，腰要自然伸直，向后放松，松胯，胯骨轴向后收，使大腿的根部空虚成一个三角形，呈似坐非坐的样子。注意臀部不要向后翘，收腹，胯骨间也就是髂前上脊向后意念找腰阳关穴，腰阳关穴在命门和尾闾的中间，垂尾闾，松胯，臀部下坐之后，意念中尾闾部好像连着一个棍子拄在地上，尾闾的指地点是两脚后跟，画一条连线成为三角形的底边，再向后画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就是尾闾的指地点。现在请看尾闾的指地点，垂尾闾的同时要提肛，提会阴，会阴是在尿道和肛门中间的里边，上提就是呈似尿非尿的样子。圆当，当要形成四周圆活而开阔的当，同时要求松膝，膝盖放松，膝盖放松的同时微微的内扣，膝盖的髌骨意念上提，使大腿根部向两侧张开，当就可以圆起来。注意膝盖不能够超过脚尖儿，脚腕放松，两脚平铺，两脚平铺，身体的重量均匀地落在两脚上，不偏重于一处，可以用大脚趾的根部收缩蠕动加以意念，重心往脚掌移动，脚跟不过于用力，站桩的意念活动，三心并归丹田，就是顶心向下归丹田，想头顶马上想丹田里，手心向内归丹田，想手心或者手心有意地往里一含，归丹田，从体内想到丹田，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，绝对不能手心从外面直对着肚脐，脚心向上归丹田，脚心一缩马上想丹田的深处，不要想具体走的路线，
也就是脚心马上向肚脐的深处，没有杂念了，就似手非手的手肚脐的里边，有了杂念就再三心并合。手肚脐里什么地方呢？比如手像小碗一样扣在肚脐上，那么你想着从肚子里边有一个对扣的碗，想那个里边的碗底儿，也就是肚脐里边的三寸，站桩大约站半小时。三心并归丹田，自然了以后，就可以头、手、脚同时并往丹田。再熟练了之后，可以从顶心、手心、脚心延伸出去，像五条气柱子往丹田里拽气，从丹田这里制约外面。没有杂念了，姿势调整合度了，身体里会有舒服的感觉，心里喜悦，身体里会有舒服的感觉，心里喜悦，即身轻气爽，笑开颜。练三心并站桩时间长了以后，也可以两个手似接非接，不完全贴在身上，这样气感比较强。三心并站桩，发动真气快，复力强身作用明显，很快可以出现热感，两手之间出现吸张之力，可以随着呼吸，手一张一合，手的开合动作要小，不宜过大，两手的距离越近越好。练功者可以体察体内气机的变化，意念和气相合，慢慢把身形就忘掉了。还可以两手似接非接的在肚脐前转力圈，这样手上的气感强。以肚脐为中心的指尖相接，坐腕贴在肚脐上抱球，便于养气入静。下面收功，百会上领，身体慢慢直起，两脚踩气并拢，先脚跟合，再脚尖闭合，两手转指端向上，胸前合十，两掌相合上举，上拔，转掌心向前，两侧下落，将成一字，转掌心向上，体前合拢，与肩等宽，回照印堂，落肘回抽，腋下点大包，两手向后伸出，注意要和腰带平，外展，逐渐转掌拢气，手不要高，还是和腰相平，灌下丹田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
柔腹，逆时针转，一、二，要求手始终摁在肚脐上，掌心不离开肚脐，逆时针转九次之后，顺时针转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揉腹是向肚脐的深处丹田聚气，分手还原体侧，两眼慢慢睁开。循经导引法。